OK， 第二次的尝试哦，这一次我希望呢能够成功访问到我的下线哦。刚才有一点点的这一个小问题，就是邀请不到我的这一个主人进来的哦。好，现在呢我就要邀请 Austin， 希望他们啊有了，马上可以邀请进来这一个视频了。哇，非常的棒，好，非常的好，非常的好哦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刚才呢就有一点点的这问题的，突然间找不到 Austin 用的 camera 进来。现在我已经将 request send 出去给 Austin 了，希望他能够在最快的时间呢就进来，能够进行这样的一个访问哦。好了 ，Austin， 你可以连接进来我的这个视频了吗 ？Austin， 哦 ，be able to watch this video 啊。来了来了 ，Adding， 好，我们就期待这一个Austin 哈、哦、进来。Connecting， 好啦，啊耶， yeah, 成功了，哈哈哈哈，原来、原来那个手机不可以把它用横的。是，对对对，不对了对了，我就是尝试了几次用横的哦，它就是不能够连这个online 上网都不能够的，所以我们又学到东西了哦，非常的棒，好啊，非常的棒，非常的棒，要用直的，要用直的，学到了，学到了，学到了，是的，是的。所以刚才我一直不能够 send 那一个 camera 给你的其中一个原因，就是因为可能你的那个手机放成横的，对不对？对，然后把手机再放直的时候呢，已经不能够了，还要再来一次了。是是，好啊，所以现在这个时间呢，哈、哦，我看我们要让大家有一点点的这个时间去将这个视频分享出去，或者是将你要分享的一些朋友知道我们关于我们的这个 Befew 这个产品呢，怎么样帮到 Austin Tiong 啊这一位五脏没得找的年轻人。怎样帮到他呢？控制他的这个胆固醇、三酸甘油脂的。我相信这几天呢，大家都会在我的面书那边看到了 Austin 的这一个这个叫验身报告吧，应该是这样吧。哦，所以来尽快的将这一个视频分享出去，将你的朋友 tag 进来，让他们也可以第一个时间呢收到这个 Austin 的这一个好消息。亲身的这一个见证分享，好不好？来来来来来，已经来到接近40个朋友在现场观看的哦，非常的棒。好的，来，好，我们也不浪费大家的时间了，我就开始访问 Austin 了。Austin， 你有听到吗？有，听到。OK， 非常好。那么Austin， 你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你的这一个背景啊，到底你是是从哪里来啊？石头爆出来的啊？开玩笑啊、你在从事做什么？你的背景啦、啊，和大家分享，让大家认识一下你了哈、哦。大家都知道你是一个摄影高手啊，每次去拍旅行的时候啦哈，第一个时间就是要你拍照，你拍出来的照片哦都是非常漂亮的。难道你就是摄影的这一个专业摄影师？到底你是谁呢？好，介绍一下自己一下来 ，Austin。好，哎，怎么这个背景还有声音的呢？好像那个声音好像不同步，这样子有两个声音出来。我的声音吗？还是你的声音？你的声音有两个声音出来，一个前一个后，是吗？啊，是因为我开这一个有吗？现在还有吗？还有啊，有一个好像说有一个，然后他就再尾听一次，所以我刚刚、你先停下来了，哈哈，
现在 OK 吗？现啊，在还是现在还现有在没，吗？现在没有了，现在没有了。这样会比较好了一点，对不对？啊，应那该就不管是，他，可能是我啊。那就好不管的，他。现在已经将近50个人在现场观看和正在期待着 Austin 你的分享了哦。好，让大家认识你一下先。大家好啊，我是丁炯啊，我是来自师母啊，大老院的师母土生土长的啊，虽然不是从石头里面蹦出来的。OK，那么呢，我之前呢，是一个生意人，然后呢就半路出家，然后呢就成为了一个摄影师，然后我也不懂呢，我到底是不是叫做专业摄影师啊？不过有在接触这个 job，OK，有拍了一些的照片啊，然后呢，这个也是我自己本身的兴趣来然后呢，后来呢就。认识到了 B，透过一个朋友呢，我就认识。那么现在应该呢，说算是全职在 B 里面了。哇，非常的棒哦，哈哈，所以你也认识了 BE 过后呢，就开始服用 BE 的产品嘛，对不对？是，所以你其实，在之前你面对的这个问题哦，看你的这一个验伸报告是胆固醇一直高居不下，对不对？所以那个情况是怎样的？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吗？其实对于这个，我自己的问题呢，我是到了我在35岁那种验血的时候呢，才知道的。然后之前呢，我就根本也不知道的。那么我的问题呢，它是属于这种家族遗传性的问题。我的父亲做过心脏的 bypass，然后呢，我的公公呢是心脏病去世，然后我还有好几个叔叔伯伯呢都有做过这种心脏手术，比如说做吹气球啊、搭桥啊这些。所以呢，我的整个家族里面已经有很多很多个 case 都是这个心脏的问题啊。如果我没有去验血的话呢，不知道说我自己本身有这个问题。那么我的胆固醇呢，在第一次验血的时候呢，它就很高了。然后呢，在第一次验血的时候，我才30几岁嘛。然后呢，血验完了过后呢，医生就鼓励我吃药了。可是呢，我就死活都不要吃药，因为我有听说这个药一吃呢，它就吃一世人。然后我就想说，我这么年轻，我为什么要靠药？所以我就不接受。然后我就想说，反正我现在有的是本钱，那个时候年轻嘛。有的是本钱，我可以透过其他的方法，比如说注意饮食啊，然后增加运动啊，我也可以试啊，为什么不能够呢？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坚决了，那么就不去吃这个药。那么其实说我在面对这个高胆固醇跟高血，就是我们的三酸甘油脂很高，就是血很浓的意思啦。普通来讲就血很浓的意思呢。然后我自己本身呢，在日常生活里面会有什么问题吗？其实不会的，任何问题都没有，我还是可以运动啊，我也没有说特别有什么特别状况出现。其实我现在才明白啊，如果像我这种情形啊，其实是特别危险的，因为我甚至我连高血压我都没有，我没有高血压的，我什么时候去这个量我的血压呢？它都是很正常。其实像我这种状况是最危险的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根本就不会去提防。如果像我有点高血压的，比如说有些人可能有时候会觉得血压比较高的话，可能还会去注意一点，对不对？啊，给自己一种的是，警惕。如果是完全没有，根本就没有这种的征兆啊，一点的征兆都没有。所以我在我35岁，我验完血过后，我就验了那唯一一次血罢了。然后我就后来。过后的十几年呢，我都没有再去验血，都没有再去验血的，然后后来就是在我吃那个遇到了 review 过后，我在决定要服用 review 过后，我才去做我人生中第二次的验血。那么在这之前，在这就是说在喝 review 之前呢，我到底有做过什么动作呢？
我做过什么事情呢？就是我是一个蛮喜欢运动的人，虽然我的运动并不是很厉害，但是我呢蛮喜欢运动流汗的感觉。之前呢我就喜欢打羽球，OK，然后呢不管什么事呢，我就把羽球排在第一。然后呢我很拼命的在运动。然后在饮食那一方面，虽然我知道说有些东西呢我不可以吃太多，就比如说炸鸡呀这些啊，炸的东西其实我蛮喜欢吃的啦。啊，虽然有去控制，但是并没有说很严格的去控制到这些，有去注意，有些我去注意，可是并没有。OK，然后呢，我就觉得说，应该是可以的吧。我这么努力的运动，这么努力的流汗，我想我身体里面胆固醇啊，跟那个三酸甘油脂应该可以排得掉，对不对？应该是这样子嘛，那个还可能嘛。然后就到了十几年后，就是在我喝这个比菲之前的一个啊。去做人生中第二次的验血，然后那一次的血验了出来以后，哇哦，原来我运动了那么久，我的问题没有解决，反那而个时候应该是2017年是吗？我看你的对那 report，个时候二二零零一七七年，年11月，对，2017年11月，我就验血嘛，然后验了出来过后，哇哦，原来我努力了这么久，竟然呢一点的成果都没有，是啊，七我点就一啊，是。胆固醇，对，反而比第一次验的时候更糟糕，啊，是。然后呢，我就那次我接触比菲的时候，我们就在韩国嘛，对不对？那现在我们在韩国，对不对？啊，在韩国，然后呢，公司呢就发布了这个很劲爆的标然后那个时候其实呢，我这个比菲出来的时候呢，我就很兴奋一下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认识多特格利姆呢，其实蛮久一点的，我应该有认识他十几年了啊，可是他并不认识我罢了。然后我就很兴奋，我就当时我就决定了，我这个产品呢，我一定要服用它，我一定要服用它。OK，然后我一开始我就抱着相信的这个态度，就是说这个产品一定它可以帮到我。所以呢，那个时候我们有这个 Privilege Buy 吗？我就直接下单了，就买了。然后买了过后呢，我就很兴奋的。然后我回家我就喝，我就照着那个我们的营养师讲的，我就喝。第一个月喝的时候呢，我就每天2包，早晚各一包。然后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在喝比菲的时候，应该是在5月1号吧，2018年的5月1号应该是吧，应该是2018年的5月1号我就开始喝比菲了。然后呢，喝了一个月，足足喝了一个月，每天没有断的，足足喝了一个月。然后呢，在6月4号、5号的时候呢，我又很兴奋的，然后呢，又跑去做了验血。然后那一我看你次，的报告是6月15号出来，after 一个月的 review 是吧？对，那个时候出来呢，其实我第一个看到我就先看我的第一个出来的时候，我就先看我的胆固醇，哎，我的胆固醇不见了，它反而又上了，你知道吗？从去 一年个月过后，去它上年了上了，然后上又高了，哦，上了，又上了。可是呢，有一个比较安慰的是什么呢？就是我的三酸甘油脂它掉了下来，从5.2的我没有记错，应该是5.2还是5.5吧，然后就掉到了2.多，而那个是我比较值得安慰的，因为一个月过后，然后呢，可能对于有些人来讲呢，哎。这个产品我照着喝，我足足喝了一个月，可是呢，却没有帮助到我很大。可能对有些人来说就已经放弃了，不相信了，对不对？可是呢，因为我真的是很相信我们的多特格利姆了，因为他是诺贝尔奖产品得主，他不可能会乱来的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我就觉得说我在喝。那个时候我就六月那个看了那个验血报告过后啊，我就告诉我身边的人，也告诉我自己说。比菲，我会一直喝，一直喝，一直喝，喝到我的胆固醇掉下来为止。如果必须要喝2年才掉下来，我就喝2年，喝到它掉下来为止。所以那个时候我就不理了。过后呢，我就每一天一包，就一直喝，一直喝，一直喝，就喝了，差不多又喝了，应该有喝了到七十二个月。月吧，我看你的报告。对，应该是喝到了，应该是又喝了7个月。然后我就再拿去验血。然后呢，这个啊哈，验血，2018年的12月。对，2018年的12月，我又拿去验血了。然后这次呢，
这次呢，验血报告出来呢，我真的是很惊喜一下的，非常。我的胆固醇呢，居然掉下来了。是的，我看到你的报告在从7.18呢掉到5.95，哎。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，我的胆固醇是第一次掉，这么久以来是第一次掉下来，而且呢是在我年龄最大的时候，年龄最大的时哈哈，哈哈。候掉下来。然后呢，不止我胆固醇掉，我连我的三酸甘油脂呢又再一次的再低下来了，哇，几乎要接近那个我的那个。所以呢，是，真的是蛮开心一下的。哦，其实我到目前为止我还在喝这比例。我还在喝这嗯哼，比特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虽然说它掉了，可是呢，我们的这个饮食习惯它是不容易改变的，啊，是的。我们每天还是要再吃嘛，对不对？然后我是有点怕说，如果不喝了过后呢，它又会怎样？然后呢，其实我喝比特，它已经变成了我的习惯了。然后我每天早上我一定先喝 BBU 的。我喝了一杯温开水过后呢，我一定是喝 BBU 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其实我在喝 BBU 的同时，我写的 research，然后去看自己的资料，然后呢，从嗯，有那个很多的医生啊、专家都讲说，为什么我要选择早的时候喝呢？因为我们早上起床的那一两个小时里面呢，我们身体上的血液呢，它是最浓稠的，所以我就想说，那个时候用 BPO 来冲淡我血液的浓度，是不是会更好？然后是。除此之外呢，我还是有运动，我还是在配合运动。OK，我配合运动，每一天我都有运动。然后呢，我在运动过后呢，我就再喝 BPO。那么我自己很天才的想法是说，因为在运动的时候嘛，我们身体上面就会产生一氧化氮嘛，对不对？那么如果说嗯，好再喝 BPO 的话，那么那个一氧化氮是不是产生的会有更多？然后呢，会耐更久呢，能够帮助我更嗯，多呢，所以现在还在实验当中。嗯。我去拿那个 BFU 给大家看一看哦，因为你一直讲 BFU 啊，人家是没有概念到底 BFU 是怎样的。啊，对，大家看到吗？倒转大了。家看到这个啊，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一个 BFU 了啊、哦。它里面呢，打开来的哈、哦、是这样一包一包的，对，啊，是泡水，然后呢空腹，然后这样喝的哈、哦。这个就是这个产品了，帮到了我们的 Austin Dion，看你的气色啊，你的这个皮肤啊。这一个肤色啊，都非常的不一样，不像是一个五脏没得找的对，我正要问了，是不是不像一个五脏没得找的？哦。这是很肯定的。你看，我们的这个 BFU 不只是能够帮到你的这一胆固醇方面的问题哦，而且我觉得整体上啊，包括皮肤啊，包括你的这一个心脏啊、血管啊，都带来很，对吗？是的，虽然看不到，虽然看不到，可是呢，个人真的是会觉得，然后呢，我也没有去，其实我在喝的这个整个过程里面呢，我也没有去特别的去算说我的 BPU 到底它已经是喝了多少盒的，嗯，然后这个我就觉得说这个是我的必需品了，然后我每天就已经习惯了，我就继续的在喝。对，我也没有特别的去计算它，是的，然后呢，我哇，在这里呢，我在这里就要跟大家分享一下，其实我自己本身对于吃这个保健产品的有个概念啊，我嗯。是觉得说，我们不是在依赖保健产品的，那我时常就听我朋友跟我朋友分享比比的时候，他们就问我，他说这样子你不是要依赖这个保健产品？其实我是觉得嗯，说，就把它当成一种的依赖，是因为我们需要，因为是，我们吃，如果说我们可以找得到更好的方法来去维持这个这个质量含量太高，这个高血脂的问题呢，要去维持它的正常水平的话，
我有试过了，我是单单运动的话，并不能够帮到我很多。即使我在控制住我的饮食的话，它也是并不能够帮到我太多。所以现在我跟比比他，其实他是好朋友，我并不是在依赖他，我只是让比比来配合我的生活。当然，我也不是不去运动了，我也可以不去注意我的饮食习惯了。我有吃比比，我今天不可以大鱼大肉了。其实并不是这样的。是。如果只是单单比比的话，不去注意我们的这种的饮食习惯，或者是我们的生活习性的话呢，我相信比丘大概应该也帮不到我太多。所以在喝比丘的同时，我还是注意饮食，我还是有运动，因为我要的是什么？我不是要一个什么很好的这种的什么的见证啊，还是什么？最重要的还是因为我自己本身的健康，我的健康我需要到这样做。啊，所以到目前为止都是维持在这样子。我觉得一个人的生活规律，它真的是很重要一些的。啊，就什么时候起床啊，该一天该做一些什么事情啊，这种时间上的安排。所以说，就像这次在 MCO 到现在已经有将近两个月多了，三个月，对不对？是是，对。每天早上我还是照样的很早起来，我不会说睡到很迟啊，怎么样？起床，然后就喝 BBU， 然后就做运动了，或者是做好运动过后再喝 BBU， 每一天都一模一样的没有断。说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呢，因为我们少吃了外面的东西，或者甚至不去外面吃东西，所以我是想说，再过一两个星期，我再拿去验血，我看一下那个 report 是怎么样，啊，就把就当成个海狼子，很好哎、欸，所以基本上，啊。对，我现在只是要告诉大家，其实我并不是在依靠说依赖保健产品 ，OK， 我是觉得让保健产品来跟我配合，或者是我跟保健产品配合，最主要的就是要让我自己的身体健康，因为我已经五脏没得找了，如果再不照顾的话，什么时候照顾呢？这种时间其实是蛮尴尬也蛮无语一下。是的，是的，这是真的是很开心哈、哦！听到 Austin 呢，能够通过我们的 Befeel 呢，这一个达到这一个健康的身体了，然后这个叫做逆龄啊。其实我们这个产品呢，能够让你的心脏，能够让你的血管，能够让你的血液呢，逆龄哦，逆着时钟转呢、啊，来让我们的这一个细胞，让我们的这整个器官呢，越来越健康。很好啊，Austin 呢就和大家分享了一个使用保健产品非常重要的概念哦。今天我们不是在吃药，很肯定的，我们是在每天都吃这一些食物哦，这一种非常好的这一个非常高品质的这一个食物，到底 Befeel 是什么东西呢？你们也许可以通过你们的朋友，一些 BE 的一些朋友，或者是你们可以去更深一层的了解。到底我们的这个 Befeel 呢，它是怎样能够帮助到我们的心脏血管还有血液的哦？尤其是它里面的 NO nitric oxide 哦 ，L-arginine 哦，这些 active ingredient CoQ10， 还有我们的这一个 antioxidant 的这一个叫做这个叫做什么叫做 beetroot 啊等等的 ingredient 在里面，还有一个叫做 tomato extract 的哦，对，是的。哦，大家都在说啊 ，Austin， 你的声音好像是比较小声一点哦。刚才的会吗？那我就说太远了，因为我怕靠太近，我的脸就太大了。是，绝对没问题。而且我们的访问也接近尾声了，然后到这一个时间也大概用了整二十多分钟，接近三十分钟了。好，所以就谢谢大家。好，他的忠告好不好 ？Austin， 最后一句话，给大家的忠告。我觉得大家一定必须 OK， 必须要知道我们怎么说，要懂得怎样去保护我们自己的健康。然后呢，有些时候呢，并不是说我们减脂啊，还是说我们要怎样，因为毕竟我们现在生活的这个环境里面呢，是不能够容许我们有太健康的生活。
所以没有办法，所以没有办法，我们只能够利用第三方的这种保健品呢来维护我们的健康。当然，在我们选择保健品的时候，我们必须要选择有品质的保健品，这很重要的。还有必须要有认证的保健产品。是的，非常的棒，谢谢 Austin。好了，我们的这一个访问就到这一边。那么我们就Austin，你可以退下了啊，你可以退下，我做一个小总结给大家，好好，不我退下好？了。好，OK，好，好，拜拜。今天很难得哦，能够通听呢，就访问到了 Austin 呢，让他亲口来告诉大家。你呢是如何帮助到他降低他的胆固醇、三酸甘油脂，然后维持在这一个健康的水平的哦？你像他五脏没得找啊，之前我访问的是四脏没得找，现在是五脏没得找哦，接着下来可能要访问六脏没得找的哦。随着这个年龄的这一个增长啊，其实我们的身体的机能呢就一直不断的在退化嘛。所以如果在这个时候没有做一个很好的保养和保健的话，而选择对的保健品啊，做一个很好的这一个饮食啊，这个叫做运动，叫做每天的这个饮食起居等等的，好好的照顾好自己的健康哦，精神上我时常提的身心灵的健康嘛，身体方面呢就是吃喝哦，还有休息运动，这个是很方面的 biological，就是我们的身体的这个健康和身心灵的。这个心理的这个压力啊，和思想上的这一个正能量啊、积极啊这方面的这一个照顾，还有心灵上的这一个fulfillment 充实和满足的这一个方面的照顾咯。所以在 BE 国际里面呢，真的，我们除了是推广很好、带进了很好的这一个保健品之外呢，当然在这个 BE 的整个公司和这一个创业这个环境呢，也能够带给大家很多的正能量的。好了，我的这一个面书直播和访问就到这一边了。下一次如果有更精彩的、更加能够帮助到大家去了解 BE 公司和 BE 产品的一些见证故事的话，我会通过面书直播再进行更加多的访问啦。我的这一个分享就到这一边了。如果你们觉得有帮助的话，请你们来，还有我的这一个 YouTube 啊，Tropical YouTube，我会将所有的这些见证呢就录上去我的 YouTube，你们可以去 subscribe 哦，在这个 Facebook 这边呢，你们就可以 like 啊，甚至可以这一个 follow 我的这个面书，将它 share 出去，以便能够帮到更加多的人哦。好了，我们就见到这一边了。再见，拜拜，拜。